之后玉成群区，跟住剩翻就系伴你同行同埋春意日言嘅啫。我哋交俾杂志。春意日言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第二场赛事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赛，立即战开角逐15蚊顶头大热一档。手到拿来，一开闸嘅时候应声弹出手到拿来，咁外面有好有声威，中间粉红衫咧，仲有呢个翡翠宝宝啦。中档快快赢塑料型内栏玉成群区红眼罩嘅，再后面白鼻箍黄衫黄帽春意日然啊，内栏尾五到啦，就系呢只恩皮仔紫色衫嘅，后面四只欢笑多多喺后边，咁啊出边位置仲有无敌剑侠啊，尾二圆融化米包尾咧就嗰只伴你同行啊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处，手到拿来放咗出嚟，好有声威，第二位，跟住第三个快快赢，落后过半身位响第四位，仲有塑料型，数后边嘅马第五位粉红衫翡翠宝宝啦，红眼就玉成群区啦，后边嘅马啦，先见到春意日然恩皮仔欢笑多多，后边三只有呢只圆融快马无敌剑侠包咗落尾咧，就伴你同行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滞啦，前年透出嘅马就系呢只手到拿来啊。依然佔先咗咧，大约有半个身位到啦。咁啊，头两段咧都做到46秒4几嘅。咁啊，外边咧有呢只好有声威上嚟，中间位置紫色衫咧就系呢只快快赢啊。再见到外边塑料型追紧啦，内栏玉成群区啊，最后100零米手到拿来佔先，但系塑料型三机嘅战门喺中档已经将佢追过，最出仲有春意日然内栏玉成群区接近终点，塑料型爆啊，第二名咧就系呢只手到拿来啊，第三名内栏依家都仲受阻啊，只玉成群区啦，中间好有声威啦。出面春意日然咧都冲得近噶，咁啊结果手到拿来摆咗喺前面放，放到最后100米力弱，而中档四号马就系塑料型将佢赶过，第三名咧春意日然个机会好似高过入边嗰两只，塑料型直路赶过咗第二本嘅手到拿来啦，第三嘅就系春意日然啦，第四都应该系只好有声威仲顶到，外边嗰只一路追都冇办法啦，玉成群区。玉成群区其实嗰个位嘅沿途都唔曳嘅，但系我觉得阿苏定雄唔系好硬正啊，骑落去啊，都真系预期快步速啦。咁啊，后追嘅见到春意日然可能比较力短啊。佢系咁多，你以为追到嘅时候咧，佢就系咁样棘咗喺度噶啦。唔怪之回飞啊，回到20几倍，追得即刻睇第四名张相啦，咁都几明显噶啦。中间黄衫嗰只好有声威，都仲顶住个第四。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四号塑料型啊，队形派喺149蚊，位置派31.5；跑第二名系7号手到拿来啊，位置派10.01；跑第三名系5号嘅春意日然，位置派50蚊。连赢位4搭7派70蚊，三盟彩4号、7号、5号派3838蚊，单贴派444蚊，位置娇4搭7派38.5，4搭5派190蚊，5搭7派69蚊。跑第四名系仲顶得住嘅，好有声威嘅8号。顶住喺内栏嘅玉成群区都摄紧噶，呢只系冷啲嘅，呢只好有声威。呢只塑料型咁啊，结果四连环都系四重彩冷门行头啊。系啊，你见到三重彩咁样扭一扭尾，有3800几咧，估计佢四重彩咁样扭扭尾都好啲噶，好似霸喺度又。系好分好多添啊！你扭转咗，睇下四连环先排1751蚊。四重彩系啊，55872蚊。今日用几人安啊？上一次骑落去就好似唔系好多咁样样，咁但系今日有翻个 pacing 帮一帮手。前面睇下前面啦，我哋见到一档嘅手到拿来起步好快嘅个反应啊，咁啊，然之后好有声威，亦都力骑紧上嚟啦。除咗呢两只之外咧，咪见到后边只只都俾嘅，希望跟上就唔好甩啦，快快赢啦，塑料型啦，最后一阵咪翡翠宝宝开边啦，咪入边就系玉成群区，中间就春意日然黄衫嗰只嚟嘅。再睇翻贴栏嗰只就紫紫地衫嗰只咧，就恩皮仔啦，欢笑多多快都唔快个尾四啊，然之后开边无敌剑侠啦，圆融快马啦，伴你同行喺个尾嚟嘅。玉成群区呢个位都仲 OK 噶，阵间咧佢又继续捐内栏嘅，就唔系好望空啦。末段嗰度46秒49，阿莫雷拉都好着意呢度约束住嘅手到拿来嘅，不过可能又惊呢个始终系阔，即系急弯啦，就唔系话沙田咁阔，就转弯好定啲咁，始终都惊佢会失平衡啊，会西出去啊咁。
塑料型叫中间打紧上嚟，睇下后面有冇咩马追得近啦，都唔多噶啦，蚊皮仔都喺度摄下摄下嘅啫。系啫，玉成群佢一路都系啄住只手度拿来啦，去到埋门呢度，因为有啲逼劫咧，就唔系好敢摄嗰个位。嗯，翻到嚟就冇咗个第四。系啊，佢都有几下打得下窒碍咗。因为追近喺前边啊嘛。嗯，福邦彦不立派彩作实，位置 Q 四搭七派38个半，四搭五派190蚊，五搭七派69蚊。四条万派1751蚊。